全，对拢无第二句话。好康歹康，加减嘛着来鼻芳。世间亲像咱只马子，实在无几个。喂，这马蹄听讲今仔日你生日啦，害我痛甲心肝缩落，崩一下崩一下，永永不知要讲啥话。祝福你娶媳妇，做老公，做阿公，子孙万代，嘿，披麻丝地，哈哈哈，嘿嘿嘿，我祝你吃甲2350块，嘿，披麻丝地，哈哈哈，嘿嘿嘿，我祝你吃甲2350块。那头地道万色加做加做，无味老公公不比哦，不比你万事如意，万年富贵。那头地道万色加做加做，无味老公公不比哦。刚刚唱那首歌是算是我的代表作 Happy Birthday 快乐鸟日子啊，就这个生日快乐那得行的这个生日蛋糕。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位是演艺圈的御用奶奶，除了这个演艺事业之外，你坐在这些糕点创作的她哦，一手创立了花旗艺术蛋糕，可是造就了台湾烘焙界一股新风潮，你就是走在时代尖端的传奇人物哦。就像我们可以把事业跟蛋糕做出这么完美的结合哦，给人们无限的惊喜跟快乐。想当年哦，我们每逢生日的时候，一定会想要收到的就是他的蛋糕。我们来欢迎永远的甜姐儿兼花旗艺术蛋糕创办人唐琪唐姐。哇，好久不见了。
我刚刚看资料说，堂姐今年80岁，没有那么多啦，闹可怜。那人生70才开始，我才早些年，早些年年会啦，都没有变。我们知道那个年代父母非常的保守，而且说堂姐哦，您爸爸是军人，就一定是反对你去抛头露面。对对，而且男女授受不亲，所以从来都不能有男生来我们家。怎么会走入这个？演艺事业，演艺事业这个，因为家里很保守，我的思想就很奔放，我就想的很多很多很多，我就要演出各种角色。对，你知道我第一次演戏怎么被发现的吗？不知道，现在就来听你讲。因为以前都是偷偷摸摸，后来有一次大专联演，有师大的，有淡江的，有工商学院的，就是有三个女主角，那时候是王生善老师当导演，是，那偏偏我就演329那一天。在中山堂比较重要那一场，是。那我就到8点，那时候是敲锣啊，8点还没有人敲锣，我就在那边大幕在那边看一下，一看看到我父母走进来，哇，腿都软了。那天这是我这辈子演的最烂最烂的一场戏，就回家一个礼拜不敢一起吃饭，躲了一个礼拜。我就我妈妈就过来看我，就跟我说，眼睛不敢不看我，就弟弟跟我说，你爸爸说你演的还不错，可是你书要念完，戏子不能进总分，你也不可以要钱。他说如果你人家给你10000块，你就值10000块，如果你不要钱，你就是无价，但是你要念书不能演戏。然后就都不讲，不在家里不再提这件事情，就慢慢的就是有时候我先演话剧，后来才进到台视，台视刚开播。像你这样子的个性啊，怎么后来会嫁到美国，独自一个人嫁到美国去，而且说是嫁给一个陌生人。对啊，人家是要恋爱，然后交往，然后才会结婚，不是吗？我在生活里头，我也想恋爱呀，也想，但是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这时候就是已经到了他要逼你出去念书了。我当过老师，当了3个月，大概学生认得我。所以我说也没有一点，而且我长得很像小朋友，所以学生站起来比我高，所以没有人怕我，所以没有成就感。那你要怎么办呢？正好别人就是介绍男朋友，就先打通我妈妈那一关，说留美学人啊，留美学人，那就打听，已经打听了他们家里有4个姐妹，然后就是一个独生儿子，但是独生儿子很孝顺，很会念书。OK， 那就 OK 了。那 OK 以后就要见面了，就见了面也很无聊，不知道说什么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的同学就来了，起来，那个沈先生说非你莫娶，我说神经病，一见钟情。就是他这样讲，但是心里还是芳心窃喜啊，芳心窃喜。后来见了面还是没有话讲，就是。陪我到台视来看来录影，结果张冰玉阿姨、曹健叔叔，他们就一看就说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，小唐就是这个人了，大家都这么说，说我的婚姻就是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应观众要求。那后来不久他就回美国了，回美国就用写信，就一年以后圣诞节寄了一张很大的卡片，卡片里头有一封信是给我爸爸的，给你爸爸。求婚信，管财务的就说：“你今天帮我去收钱好了。”收了钱以后，我就回家，就觉得那天收了10几万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是夏天，我就赶快藏在衣服的那个柜子里头，衣服柜里头就忘掉了。天冷了，拿衣服。那拿衣服发现这10几万，突然有个想法告诉我说：“这个情况不对，我签字，我收钱有签字，这个。”财务应该会找我，为什么没有人找我呢？本来是赚钱的，但是他都跟你说是赔钱。会计师算的一年净赚3000万，哇！就一年以后，圣诞节寄了一张很大的卡片，卡片里头有一封信是给我爸爸的，给你爸爸求婚信。来就一招，我爸爸就说来，我吓死了，我站在那里哪敢？他说，这个人你喜欢吗？我说，哎，我不知道。那你讨厌吗？不讨厌，就是他。哇，你爸这么开放，就这样。所以你说你这个婚姻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
因观众要求，因为大家都说他好的人呢，我的朋友都说他好，他的朋友都说我好，就这样。对，买了单程机票，然后买了婚纱，买了戒指，陪嫁呢，陪了，因为我自己买的婚纱，买的戒指，陪嫁，陪嫁了啦，赔钱或者赔钱的嫁呢，嫁掉。哦，是这样，这样子，因为你们两个也没有真的是谈恋爱，所以你们一结婚，听说是很客气的，没有，开头就很客气了，他跟我讲，他说。你要有个心理准备，我以后结婚以后，我不可能穿西装打领带跟你讲话，我可能会穿睡衣，很可能会穿便衣，你要心里有数。我说不好玩呢，应该我们应该是有触电的感觉，要有脸红心跳的感觉。我说跟你都没有，他说脸红心跳那就很不正常吧，那都是剧本里写的，不然没有人要看。他说触电，如果触电会受伤啊，他跟你一本正经讲的，你说很无聊，你但是我又讲不过他，好像不结婚也不对，已经到了，因为我姐姐也说他好，所有没有我周边的人都说他好，我这个是不嫁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嗯，就嫁了，嫁了很别扭啊。那你们这样怎么相处？不是，我就把他当，我就把他当爸爸。然后对我爸爸不敢的，我敢对他，哦，我所有的任性，所以我不管家，我就糊里糊涂生两个小孩，孩子怎么带大的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管，我也不会洗衣服，也不会烧饭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我就到美国干嘛呢？学钢琴，学芭蕾舞，学蛋糕，学捏陶，什么都学，他就花钱带我去。那他是非常疼爱你的。我把他当爸爸，他怎么能够不疼爱我呢？对啊，是，所以这个你们也没有办法吵架，对不对？你跟他吵不起来，因为他不讲话。那你说你为什么不跟我吵架？他说你来镜子看看，这里已经有一个会吵架的人了，那我还要再吵架，那我不就不正常了？他就是骂人，你都不感觉。所以这个不一定要轰轰烈烈才叫谈恋爱，其实简简单单、细水长流的爱情。更令人向往。接下来我们有一首歌要这个献给唐琪姐的先生，那样背后默默守护对方，我们要请这个夜影带来这一首傻傻爱着你。小鸡，另一个就得努力。
知道这个堂姐是非常知名的花旗艺术蛋糕创办人，接触到这个蛋糕也是跟去美国那七年的时间有关。你刚刚就有学很多嘛，对，然后你把所有的这个学的都是花在这个蛋糕上，像捏桃啊，像插花呀、配色呀。因为有一天回台湾探亲，那么就看到台湾的蛋糕为什么都是圆的，都没有各种样子，它可以是方的，以前没有方的，都是圆的。就是圆蛋糕上面写一个寿字，下面就写生日快乐。我是说，它可以是方的，可以是圆的，可以是长方形的，也可以是椭圆形，也可以是心形的。那也可以说生日快乐，也可以说乔迁之喜，也可以说任何话，甚至离婚的时候可以送你一个蛋糕，说谢谢曾经拥有你。哦，所以我就觉得好新潮的想法，就是有个想法，就觉得让蛋糕会说话。那为什么就有画展、有服装展，为什么没有蛋糕展？所以我就做了50个各种，就是不同节庆、不同的心情、不同的人，你就做出各种不同的蛋糕。所以那时候做了麻将蛋糕，哦对，也做比基尼女郎，也做寿星翁，反正都是你先做的，就是各种形状它都可以，它可以说任何话，它不一定光说生日快乐。谁说生日快乐才能吃蛋糕？所以什么时候都可以吃蛋糕。所以我的朋友就说，那这个蛋糕很好玩，那就在台湾创业吧。那我说好吧，我就打个电话说，老公我不回来了。打去哪里？美国。打到美国直接说要在留你一个人，要定居在台湾。对，那时候把8个月的孩子带回来了。我说所以我女儿在上学，所以至于我们的家的房子，我们家的生意，他的学校，还有女儿怎么转学，我通通咋样？就是你自己过来，其他就是老公出。就一辈子就是这么任性。那个时候我有4档那个综艺节目的短剧，是拍戏到天亮，洗个澡9点钟开工，因为师傅还不会啊，那我就9点钟开工，精神很好，因为这两个都是我喜欢的。那时候就开店，我就在想，因为我曾经在戏里头演过很多次的总经理、董事长跟大管家，所以我大概有点概念，就说怎么经营，我们要怎么样开店。第一个，成本一定要低，才能走得长远。那时候西门町很繁盛，但是我觉得西门町有点没落，而且非常的贵。那如果东区正在开始，东区的那个人的思想也比较新，可能接受新的东西，房租也便宜。我就算过，如果付了房租非付不可，水电非付不可，员工的薪水非付不可，那么万一做不下去，员工不做了，我自己来。那如果能够把房租付了，电水电付了，我就跟你玩到底，就只要不亏，因为你自己也不亏，赚了就好办了，亏了你要怎么办？都想好了，所以必须在前面想好了。所以很谢谢我的戏剧生涯，让我演这个角色，让我演了很多次总经理、董事长。当时这个分店越开越多，还有拓展到业务到海外，应该是赚很多钱吧？我没有看到钱，刚开始，因为前面是因为是，我的合伙人在管钱，对，那么账目不清了。当有发现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，动已经有了。但是有一个，就是我的股份，小股东有告诉我，但我的股份并不够。可是那个时候，就是因为有一天，这个那时候我们才只有4个店，那有一家总店是离我们家比较近，所以我的朋友那个管财务的就说，
你今天帮我去收钱好了，我就去收了一天，那天收的钱我就给小姐签字，我收了钱，收了钱以后我就回家，就觉得那天收了十几万，我不晓得该怎么办，放哪里呢？那是夏天，我就赶快藏在衣服的那个柜子里头，衣柜里头就忘掉了，忘掉了，就有一天天冷了，拿衣服，那拿衣服发现这十几万，吓得我要命，我说该怎么办？突然有个是。有个想法告诉我说这个情况不对，因为我们有三连单，我签字，我收钱有签字，这个财务应该会找我，为什么没有人找我呢？就正好那天要打烊的时候，我们都每天都加班到12点，那天的9点多钟有一个人来了，有个人就说要订一副麻将，我记得是1250块钱，订完了以后有三连单，我就跟大师傅讲，因为大师傅也是小股东之一，我说我跟店长说好，我说我都放上去，看了看明天财务会不会来查，这个钱放我这里，就第二天也没有来查。开会的时候沉重的气，找了，我说我们找管理顾问公司，因为我们的公司越来越大，那时候万一说是人治不如法治，所以必须定规矩来管，所以就请了顾问公司来，顾问公司查完了以后居然请我吃饭，然后告诉我说查不下去，在你们财务的问题。我说不可能，是我好同学好朋友，怎么可能呢？他说是这样的，他研究一下你们几个人加起来就有49%。那如果这个事情宣开了以后啊，第一你的股份不够，对，第二呢，你的技术已经交出来了，那你的名气已经打出来，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你一个人，那你要不要把这个事情宣出来？怎么办呢？想办法。突然又想到，有一位先生拿股份跟我们董事长借了大概10万块钱，拿股份去抵的。可是这个并没有分到我们股份里，分到董事长一个人。所以又开会的时候，我又说，听说有一笔款子是跟我们公司订借的，那这个变成了股份，是不是这个股份应该分给大家？所以当时就分了，分了我们就刚好过51。说运气来了，这个时候才有律师信、会计师写信去查账。那查账就是这样子。那结果呢是，我先生是学法律的，就是说你一定要打官司是下策，得人饶人处就且饶人了。他这样讲，那是怎么情况呢？赔的钱全部认，现在你值多少，公司值多少钱？照股份把你买走，是这样，大家变成一个好来好散。本来是赚钱的，但是他都跟你说是赔钱，而且是听说是赚不少才对。那个时候大概是有至少是他们自己写的账，自己算出来，会计师算的都1年净赚3000万。很有名的食品厂，在地的大公司。我记得第一次见到老板子，第一次就说：“谭小姐，你是个艺术家，你不适合去管理这些管理那些，这个都交给我们来做。”结果合作以后发现被架空了，自己离职了吗？我自己把自己开除了。有给你什么？没有，薪水也没给我。还是赚钱的，但是他都跟你说是赔钱，而且是听说是赚不少才对。那个时候大概是有至少是他们自己写的账，自己算出来，会计师算的都1年净赚3000万。那个几那个年代快要40年了。对呀、那时候3000万应该现在破亿了，破亿了吧？差不多，以这个后来1年一年。那你总共跟他开了几年呢？第8年我们分开，所以又把公司买回来，对不对？买回来了，对，我们买回来了没有？后来不是说员工又集体被他？那是后来，怎么？后来因为公司很好，我已经在新加坡开了16家，我们自己已经30几家了，直营店开的都不错。那有个澳洲的公司就来看我们公司，他要到上海去开，他也是食品公司，想到上海去，必须台湾有个垫脚，他到上海去开是。就看上我们公司，那我就觉得要卖孩子了，我就一直哭，就完全就
不是一个谈事情的人，不是做生意的人，那种感情舍不得。但是我要跟谁说呢？我就跟员工 complain 说，人家跟我买啊，我不想卖啊，怎么办呢？可是别人又欠我，我到底要怎么办？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戒心，就是员工以为你会卖，我卖了以后换了老板一定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也许他们觉得不一样，还没卖就自己先走了。可是他们就那时候那个条件听说很好，他是夸说开了大概有开了3-4千万美金。3-4千万美金哦，是我就卖了，没有，那时候没有卖掉，不懂，因为你觉得你的儿子你怎么卖，那个对金钱没有概念，只是觉得我要做，我要继续，我好多，所以你那些员工就是跟我们那个魏姐一样的心态，对啊，觉得你一定会卖掉，所以一下就走了60几名的，他们就开了一个新的干部员，新的喜饼品牌。一个新的品牌，完全照我们的模式，不是喜饼，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女儿红喜饼做得很好，法式的喜饼，所以有一家就开专门开法式喜饼，就是我的员工。那时候也是照劳基法遣送他们走了，因为也是我老公骂我，我在哭，他说你应该让他们走，对，应该，我是要他们怎么走，我们要告他，他说告是下下策，是你不对，因为你第一你管理不善，用人不当。把我骂一顿，所以说你好来好散，因为你做好了，别家也会在你附近开，那你让你的员工去祝福他们前途无量就好了。你老公真的很好哎，他就是难怪身边的人都一直说他很棒。我很多的创意，但是我不会管理，就你只要负责创意啦，对，我开心，就不要去真的碰到人事这一些很烦，真的碰到一家台湾很有名的食品厂，想加入在地的大公司。我记得第一次见到老板，第一次就说，谭小姐你是个艺术家，你不适合去管理这些管理那些，这个都交给我们来做，那你呢，你就发挥你的长才就好了，那你的烤蛋糕这些，你主要是画的画画多，烤蛋糕这些交给我们也好了，也就交给我们好了。所以就是这样子，我就觉得遇到了贵人。就我合作以后发现前面讲的很好听，他也不是讲的错，他讲的很好，因为他是生意人，在生意人立场他是对的。那我就慢慢的，你就知道，我就慢慢的被架空了，技术，对，被架空了，你就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了，就没有发挥的空间，就我就也没有哭也没有难过，想了一个礼拜，把我的东西收拾好，因为你要跟大老板见面很难。本来是可以，一直到增资，我的股份越来越小，到30%的时候，他完全的不理我，我找不到他了，那就算了。后来因为在这个合作的模式之下，我是觉得很多我的理想，人家不见得听我的，那么你又，那就。就艺术跟商业没办法结合，没有蛋糕，已经花旗蛋糕已经不像花旗蛋糕了，因为我们自己原来有车队，可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很多栽培，所以你就自己离职了吗？我自己把自己开除了。他们有给你什么？没有，还欠我了2年的工钱，薪水也没给我，然后你也没有去要，你他跟谁要，人家不理你啊，你见不到人，那也不能告他吗？他老公又说不要告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不是这位施主，我老公说因为我们从来花旗蛋糕没有跟银行借过一毛钱，可是为了要上柜上市，想要这样一种，那台湾银行就说我们花旗蛋糕完全没有信用，因为没有借过钱，对，所以这次这个大老板呢不晓什么原因去借了9000万，那我跟我的先生就是变成2/3的保证人，他1/3，就这个时候我老公就说，人家没有给你算这9000万，你已经感谢上帝了，你还要去跟人家追究，还要告这个告那个，老公真的像神一样。后来这样想一想也对，可是他借钱是为了在赚钱的，都是经验嘛。所以这个人生路上难免会碰到很多的这个挫折跟无奈，我们来听夜影带来的《路过人间》。
要明白爱，人会来会离开，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，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，天可恋见心碎在所难免，以为痛过几回多了些修现在你80岁还要创业，其实你已经被大家肯定了嘛，那你还想要证明什么？在做你喜欢做的工作，永远不会说你自己老不做，那你不做你现在干嘛？所有的朋友反对，包括我老公，我就跟我老公说，我说你如果再反对我就跟你拜拜，就是在这个年龄点我要不做我还待何时，对，积极的想要还有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然后在最短的时间能够培养第二代。秋香，你现在想要再重新开一家属于自己的蛋糕店吗？对。哇，那你这个合伙人应该要慎选，还是独资就好？独资就好，小小做，培养第二代，所以上帝要赐我长寿，赐我健康。对，那你现在要是怎么从哪里开始出发？从头出发呀，就像就像年轻的时候那样，像年轻的时候。其实我7年前开过，开过一次在还在新生南路旁边，就我原来老店的旁边。可是开了8个月还不错，可是突然我的精神状况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，变成忧郁症。就是一下子很亢奋，一下子很忧郁，
然后突然就觉得那是为什么你自己也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就是有生病了，突然的，听说三天就把它收起。后来几乎忧郁症来的时候，你不想见人，你不想讲话，你怕到任何事，你就赶快结束，怕把它做坏了。因为那时候有就突然，因为每天都在忙，有一天，而且那时忙的是非常开心，而且很年轻很苗条，就瘦了8公斤，很开心啊，就去做一个体检，发现了有肺腺癌，早期的肺腺癌。但是肺腺癌那你一定要早知道，早治疗。但是我长的地方是早知道也不能早治疗的地方，因为医生说得不偿失。当时很紧张，忧郁症就来了就完全没有办法赶快把公司结束。想太多，因为肺腺癌才忧郁。对。那肺腺癌有没有治疗？后来就没有办法治疗，他也没办法开刀的地方，结果这还初期0到1期，结果碰到一个老医生说你年纪不轻了嘛，你就跟他并存吧。他的意思说你年纪很大了，不需要共存，讲得很好听，没有关系。结果就我就突然豁然开朗了，就觉得干嘛要那么每天去照片子，每天去检查，何必呢？那么忧郁干什么呢？突然觉得很开心，就跟他共存，每天祈祷上帝让我健康。那现在这个肺腺癌跑去哪里？还跟我并存，还在，只是没有希望他长得小一点，不要太大，就不要这是不要长太快。这是七年，每一年要追踪，这是7年前的事情。7年前的事。那现在你80岁还要创业，其实你已经被大家肯定了嘛？那你还想要证明什么？想要获得什么吗？你是一个成功的艺人跟歌星，你为什么还要做？你已经被肯定了。他年纪不够大啊。我也不大，我才14年。那你还要工作很久，你在做你喜欢做的工作，永远不会说你自己老不做。那你不做，你现在要干嘛？康哥，再问。是，好像对哈、哦。就不开心了嘛。要快乐了。就要活在当下，要自己开心，要一个感恩的心。我每一分钟都活得很开心，我不像以前想过去，想后来。现在就是很好。就是只要做开心，然后可以传承。在尤其在疫情这个时期，没有人不反对。所有的朋友反对，包括我老公，他每次都反对，他觉得我不应该再做，所以他每次我跟房东讲好，他就会偷偷跟房东说，就解约，或者跟中介讲，就跟人家叫人家不要跟我签约。他是从后面从中破坏。后来我知道了，这次我跟他讲。刚开始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啊。后来我说谈谈要签约了，怎么躲我呢？搞了半天，他说你不要讲，是你老公。因为我老公在那附近啊，蛮有影响力的。不是他，人家都说他是好先生，就觉得我这个人大概是没事找事儿，那么老了还在搞什么东西，没有人会赞成，连房东都会劝我，你确定你又要开店？对，所以就像我刚刚问你的问题一样嘛，大家都会有这个疑问。所以我现在只是要做快乐。对，我就跟我老公说，我说，你如果再反对。我就跟你拜拜，你要我快乐，你就不要管我的事。所以这次妥协了，不是妥协，他没生气，不破坏，没有去破坏。所以什么时候要开呢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已经拖了很久了。那个这个装修的问题，一下子这个工人的问题，现在大概是对7月份可以做好，大概实体店面这次开始要实体店面。所以人家都说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实体店面，而且。在这个时间点，而且在这个年龄点，我说对，就是在这个年龄点，我要不做，我还待何时？对，我这样的身体，我怎么知道随时？把握当下，积极的想要开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然后在最短的时间能够培养第二代。啊，对，所以你现在你的手还是可以很健全的在做的，手会回来。当然要做，一做就很开心，就像我演戏的。都很开心，现在也可以演戏啊，没有人找我啊。陶爸都可以演舞台剧的嘛，对，就是没人找我呀。陶爸还小他的岁，可是演夫妻可以，看起来是蛮。没有，我年轻的时候跟你，陶爸是演妇女，
后来妇女，后来我从美国回来就跟他演夫妻，对，跟长发是。那有一句电影台词是这么说的：人没有梦想，和一条咸鱼有什么分别？所以有一天，当你80岁的时候，你还有做梦的勇气吗？我们唐琪姐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！现在我们要请卓一峰带来这首《有些事现在不做，一辈子都不会做了》。那今天也要谢谢我们唐琪姐，谢谢。同时也要谢谢观众朋友，每个礼拜呢同一时间准时收看我们的音乐 Welcome。算暂停全世界的球也停不了一秒钟，跌倒以后又痛，后悔以后又痛，问你最痛会是哪一种，答案说明所有。想想你的孙子孙女充满光的瞳孔，正等着你开口，等着你说你最光辉的一次传说。每个平凡的自我都曾幻想过，以你为名的小说，会是枯燥还是隽永。做什么都懂，懂得生存的规则之后，却只想要读不懂。如果人类的脸长得全都相同，那么你和人们的不同，就看你怎么活。想想你的白发皱纹，紧贴你的轮廓，你最终的朋友就是此刻那些最疯